在强词夺理啊！再讲一次，我怎么讲？强词夺理啊！你要跟我打架是不是？你动我了，你动我试试看好不好？当时你随便你。这脑子里面什么东西啊？你有没有读过书嘞？啊，读过什么书啦？你有读过书吗？我当然有读过啊！你有读过书？我当然知道这样子。你知道什么叫敬老没？我敬老，敬老多老啦？我就比你老了。多老啦？70岁够不够？够。都是还都有气的，70岁。我们要判很严了，我们都判受刑了吧？就随便你啦。你在强词夺理啊！再讲一次。我怎么讲？强词夺理。什么叫？你强词夺理。什么叫？什么叫？你干什么？你要跟我打架是不是？你动我啊！你动我试试看好不好？当时你随便你。你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叫社长来啊。请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后面有一个国外车没有人。